好，我们今天不再讲更多的别的内容了，就做一个练习，巩固一下，就做这一个题的。计算这一个二层积分，积分区域D呢是由 y 等于一 ，y 等于一 ，y 等于 x，x 等于二围成的这个三角形区域，要计算它的积分。你们，我要看他的方法啊，就按照我们这里介绍的方法来做，好不好？积分区域D知道了吗？直线 y 等于一 ，y 等于一是不是这条直线？然后 x 等于二，是不是这个直线？然后 y 等于 x， 是不是这个圈过原点的直线？对不对？围成了这个三角形区域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域上面进行这个二层积分，大家自己试着做一做吧。今天就只做这一个，不再做别的，好吧？准备了。这应该是你们在画线的时候把它分开画。
Thank you.
你们做完了吗？你们是先对谁积分？现在 x 积分，这个 y 积分，是不是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先对 y， 再对 x 积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如果你做的是先对 x， 再对 y 积分的。你放一下，先的 y， 再的 x 积分。如果你做的是先的 y， 再的 x 积分，放一下，先的 y， 再的 x 积分，也算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完成。一定要算啊，这个只有算计算才能够变成你自己的前的知识。不要看答案啊，一定要自己计算，自己画图，自己在积分区上面画线，自己计算二乘积分。
可以了吗？大概三分钟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遍。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个的啊。首先我们知道了这个积分区是这个三角形区域，那么是三角形区域的话，不管是平行 X 轴画线还是平行 Y 轴画线，它都交点不超过两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就是说既可以先 X 号 Y 也可以先 Y 号 X。我们先 x 号完好不好？平行 x 轴画三条线，与区域边界的交点不超过两个，所以可以先 x 号完。第一种情况，这个区域 d x y d delta 可以先谁啊？先 x， 先 x 后 y， 就写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确定了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，把背景函数收下来 ，dx dy， 然后再来确定上下限。我是先确定 x 的上下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看 x 的上限是多少？ x 的上限也就是说这个 x 的值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呀？在这里是不是个固定的？都是对角，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上限是多少？这个时候的 x 是怎样？
R 的，相信呢，相信是变化的嘛，这个地方对应的 X， 这个地方对应的 X， 这个地方对应的 X 是 不一样的，所以相信的时候 X 等于多少？ X 等于多少？这个地方的 X 等于多少？是不是在这条线上面？对不对？这条线上面的 X 等于多少？这是一条什么线？是 Y 等于 X 这条线吗？所以在这条线上面的 X 等于多少？就是等于 Y 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的 X 就是等于 Y 了，它是一个函数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 Y 的话，就把这条线拉到负无穷，往上面慢慢移啊，移到这个地方是不是首次相交啊？这个时候的 Y 等于多少？一，然后继续往上面移，移到哪里出去了呀？移到这一个交点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出去了呀？所以这个时候的 Y 等于多少？就要由 X 等于 2 Y 等于 X 这两条线的交点算出来，这个时候算出来 X 等于，算出这个交点 X 是等于 2， Y 是不是也是等于 2？ 所以这个时候的 Y 是等于2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求定积分啊，弟弟们先求里面的这一个的被积分怎么算啊？有些同学说这个我没有算过啊。这是对谁求积分？对 X 求积分， Y 怎么办呀？ Y 就是常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要对这个东西，那我们来算一下啊，y 到 2xydx 要找到它的一个原函数，对谁的原函数？对 x 的原函数。对 x 的原函数是多少？二分之一般 x 的平方， y 还是有的，所以 y 还是写上去啊， y 是作为系数的。然后在哪里的函数值之上？ y 到2的函数值之上。那我等于多少？二分之 y，x 平方就是什么？二的平方减去二分之 y 乘以，这个时候 x 因下限的，就是 y 的平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就是等于二 y 减去二分之 y 的立方，所以这里是二 y。减去二分之 y 的立方，立方把里面算出来了，是这一个值，然后再继续算，对吧？对，这里没问题吧？很简单的啊。好，我这个猜对了，可以吧？嗯。啊，看你。这就是一个所谓定积分，计算一个定积分啊。算这里又是定积分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把它分开去算好， 2y dy 减去一到二，二分之 y 立方 dy， 如果你很熟练的话没必要分开，这就算了什么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一到二， 2y dy， 那么 2y 的原函数是多少？就是谁的导数等于二吧？
挖的情况呢，导数等于二弯了。对，你这些地方都是记得了。所以它的原函数就是挖的平方在一到二上的函数之数差，所以是二的平方减去一的平方等于多少？等于三。所以第一个是等于三啊，等于三，再减去一到二上二分之挖立方的地方，它的原函数是多少？二分之挖立方。二分之一方的放出来了，挖立方的原函数四分之挖的四次方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然后在一到二上的函数之数差，所以是八分之一乘以二的四次方减去八分之一乘以一的四次方，所以是二减去八分之一，八分之一是五。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，是八分之二十四减一十五，二十四减一十五就是八分之九，八分之九。你看啊，实际上到了这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上一个学期的第几门的计算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，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积分区域，它横着画线可以，竖着画线也是可以的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竖着画线是怎样。竖着画线就是平行挖轴画线啊。好，竖着画线与这个区域 D 的边界的交点都不超过两个，就可以竖着的这个字母积分，就是区域 D X Y D delta， 竖着的就是谁啦？竖着的就是 Y 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 Y 嘛，然后这就是。然后再 dx 就把它写成这个样，写成这个样以后，然后就要确定积分上下线了。我们来看这整线先相交的是下线，这个时候相交的这个挖是，这是在挖积分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下线挖是多少？这里的挖是多少？这是 y 等于一嘛？好，这样往上走的时候，这个下线都是定值嘛？上线的话，它就 y 就变化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的 y 的值是它，这边的 y 的值是它，这里 y 的值是它，它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的 y 等于多少呢？就是在这条线上面 ，y 等于多少 ？y 是等于 x， 对不对？它是变化的。是不是？你要挖等于二的话，这上面就是一条平的了。所以这是挖等于 x 啊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所以一定要画三条线，你就发现这里的不同的地方的挖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说挖等于二是一个什么情况，就是这种情况。下面是一，上面是二。这个时候的下限是一，是一样的，上限是二，也是一样的。这才是完等于二，这个是完等于二吗？当然不是的，不是。好，那么这整线把 y 确定完了以后，要确定 x， 把这整线放到 x 的负图呢，往右边移，移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首次相交啊？对。这个时候的 x 等于多少呢？就要由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是 y 等于一，和这一条线 y 等于 x， 算出这个交点出来，这个交点就是一和一，所以这个时候的 x 是等于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下限是一，再往右移，移到这个地方 ，x 又出去了，这个时候的 x 是等于多少？二。等于二。
第一步做完了，剩下的任务就交给定积分。我们来看一到 x,x,y,dy 是等于多少，这是对谁积分呢、啊、这是对 y 积分，那就要找背景函数关于 y 的原函数，对不对？那么 x 就当做什么呢？当做常数。那么 x y 的原函数是多少？二分之 x y 的平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在一到 x 的函数基础上，那么它是等于二分之 x， x 对 y 就是 x 的平方减去二分之 x 一的平方，是这样子，就等于什么呢？二分之 x 的立方减去二分之 x， 所以它就是等于一到二，这个算出来了，是等于二分之 x 的立方减去二分之 x， 这 dx。这个然后一个个算就是了，它就等于一到二，二分之 x 的立方 dx 减去一到二，二分之 x dx， 对吧？好，二分之 x 立方的原函数是多少？是不是八分之 x 的四次方？这一到二的函数值是算，减去这个的原函数，四分之 x 的平方，对不对？一到二的函数值是算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八分之 x 的四次方，就是八分之二的四次方减去八分之一的四次方。就是二减去八分之一，这就是八分之一十五，减去四分之 x 的平方，在一道的函数之上，这是四分之二的平方减去四分之一括号的平方。就是一减去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三，四分之三就是八分之六，八分之一十五减八分之六就是八分之九，八分之九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关注的内容呢，是关于这个二重积分。怎样把它计算出来，在直角坐标系下面的计算二乘积分。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啊，要能够把它计算出来，我们介绍的方法就是要把它变为两个定积分的计算，我们称之为二次积分。要把它变为两个定积分的计算，要做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第一件工作是什么？确定积分顺序到底先在哪个积分，然后要确定积分上下限。那么要确定积分顺序和确定积分上下限，首先你一定要把这个积分区域图形做出来，然后来平行坐标轴画线来看看，就能够确定积分顺序和积分上下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这个内容吧。好，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读，你们是干什么？